证呐、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工作证，我就是工作证。你的意思是能打这个字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这个"勤政两口子"是带着什么含义？你知不知道？我要含工作证吗？这个你们谁给你们打给了这么大的权利？你含人，你含住能打勤政吗？啊，你还口气不小呗？我怎么问清楚了？肯定要问清楚啊！你有什么问清楚？没必要问清楚。你是一个憨猪。我跟你说，别人打这个字肯定是有他肯定是知道的。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既然你是憨猪，你懂不懂这个团阿姆里姆斯里面的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字是什么字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们这个负责人谁？负责人叫过来。日本的。哎。负责人谁啊？把这个负责人叫过来。负责人呢？嗯。在武汉等着就会来不了。来不了。哎、马上把这个全部关掉。你买猪肉，你这里买猪肉，那里打的清真。牛肉啊。啊。是这个牛肉，不是那个猪肉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有清真没有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猪肉？是猪肉啊。对吧？啊、你猪肉的这里就是打清真，可不可以啊？这个牛肉，这个牛肉才是这个清真牛肉啊。不能打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不知道。就是你不知道，你不要给我狡辩了。那你是现在你马上，你不要跟我说做么事的。我现在问的是你不能打这个清真。知道吗？你已经触犯了这些法律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冒死成分，我比冒死不问清楚，知道吧？你为啥？把那个全部撕掉，知道不知道？撕掉。我们领导，你这招到武汉的。你们不管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管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也是打的。